够细啊，所以我要像那个仰头啊，那算是针叶了。那个我们就要用这支细笔，我来画它所谓垂叶。垂叶跟这个差别在哪里？有画线。哎，它下面就是细细的，哎，有收笔。这个是直接啊，也许下面还要宽一点，因为我直笔下来有可能会比较宽，因为笔毛本来就笔尖比较那个嘛哈。那跟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尖头的，你刚看一下。